毛里求斯这颗印度洋上的璀璨明珠，以其绝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文化多样性，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旅行者。它是火山岛国，拥有绵延的珊瑚礁、翠绿的山脉、清澈的河流和瀑布，以及细腻的白沙海滩，是一处人间天堂。首都路易港是毛里求斯的文化和经济中心，也是游客探索当地历史和文化的绝佳起点。港口附近的市集热闹非凡，售卖着各种手工艺品、香料和热带水果，是感受毛里求斯生活气息的好地方。大湾是毛里求斯最著名的海滩之一，以其清澈的海水和柔软的沙滩而闻名。这里是水上运动的天堂，包括潜水、浮潜、翻板和帆船等，游客可以尽情享受海洋的乐趣。七色土是毛里求斯的自然奇观，由火山活动形成的土壤呈现出不同的颜色，从红色、紫色到棕色和黄色，宛如调色盘上的颜色。这里的景色非常迷人，是摄影爱好者的必访之地。黑河谷国家公园则是探险爱好者的理想之选，游客可以徒步穿越茂密的森林，探索瀑布和溪流，感受大自然的原始魅力。此外，毛里求斯还有许多其他不容错过的景点，比如庞普勒斯植物园、拉姆基尔海滩、塔马兰山等。无论是想要放松身心，还是寻求刺激冒险，毛里求斯都能满足你的需求，带给你一段难忘的旅程。